就这么分了。他非要断章取义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什么断章取义？人家小姑娘发发嗲呀，有他那么发嗲的吗？嗓门比我还大，还有没有天理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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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你们两个出现问题就是从那个陈怡婷出现开始。你想啊，她不出现，你跟苏沫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没出过什么大事，对吧？她一出现，苏沫的这个情绪就特别不稳定。老王，我跟你说，当务之急，先表达一个诚意，把这个陈怡婷一脚踢开，然后再主动找苏沫求复合。你还傲娇上了，你傲娇什么？傲娇什么？傲娇什么？傲娇一身爽，追妻火葬场。我跟你说，苏沫人很好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们怎么了？爱若有似无，任由自己将这颗心关住，一次次被挥霍掉的在乎，堆成情绪渴望我们应付，爱很强烈跌宕起伏，交错到底哪里才是爱的容身之处，危险能否踏入，明知可能遇到千退万阻，却又不甘心退出，怎么相信我们之间还会有爱过，都不是一味的克制，不敢再伸出彼此的温度。情绪渴望我们应付，爱很强烈跌宕起伏，